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人讲，人两脚，钱四脚，生日都入袂着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字就是钱。读作钱，这是读白音，钱就是货币，毛人讲货币，像咱讲金钱。分作纸票啊，也有银角啊。另外，算重量的单位，一钱就是一公斤的百分之一。但台币一钱就是一两十分之一。另外，文音读作钱，像讲一钱、二元、三岁、四少年，咱一般拢是读钱较惯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作侥幸钱，也就是不义之财、乌心钱。第二个词读作软钱空，代表讲规工为了钱咧无用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侥幸钱失得了，冤枉钱半输缴，伊一个输缴了后，规工拢伫咧软钱空，真正是学袂晓。今仔日小解只是哩钱。读作钱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母音读作钱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